一大早，西藏军区某边防团墨脱戍边模范营教导员蒋福养就忙着准备物资。这是我们给山上的官兵说准备了一些肉类、主副食、牛奶、核桃干果，同时还准备了一些取暖设备和修缮房屋的彩钢板。由于取暖设备和彩钢板体积大、重量重，这次直一过来把一大难问题给我们解决了。直升机抵达后，官兵们开始有序地装载物资。通往前方哨所的航线，地形相对比较复杂，山高谷深，然后山谷比较窄，这个高距比比较大，然后最主要的这个季节天气不是很好，每天的窗口期也只有2到3个小时可供飞行。经过半个小时的飞行，直升机飞越3座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，安全抵达哨点。直升机不仅送来了物资，也给我们送来了温暖，为我们冬季执勤提供坚强的保证。我们一定不负重托，守好边，树好房。据了解，此次运送用时3天，运送的物资可供官兵近2个月所需。